我又来 Costco 啦，现在是早上10点多。周末呢，我比较少来 Costco，因为周末人太挤了，太多人了，然后排队要买单什么的，花很多时间。今天不是胖子生日吗？主要过来给他买个蛋糕，生日也得庆祝一下嘛。胖子可能觉得我们都忘记他生日了。分分钟他自己都忘了自己今天生日，好吧，现在进去买个蛋糕。今天不下雨，但是风很大。看吧，排队已经这么多，在排队买单了。诶，胖子前几天说他的剃须刀，电动剃须刀有点历史悠久了，好像电池好像不太行了。要不要送他一个电动剃须刀？这个139，这个149。他之前是用这个牌子的，那这次就让他试一下这个吧。Costco 的花园开了，去看一下有啥好东西。哦，好多果树哎。西梅，这个苹果，还有桃，还有杏，都是57刀。樱桃也有，挺贵的，好像都涨价了，往年没这么贵。Fancy tree，到底多 fancy 呢？葡萄树。葡萄树20刀，蓝莓、树莓也都是20刀。妈呀，太冷太冷了！买个提拉米苏的，他们都爱吃。哎，今天给他们当午餐。千层肉饼、薯片来一箱，他们中午可以带零食。中国人爱吃的油菜这里也有的卖，4块钱一包，便宜是便宜。西兰花7块钱一包，2磅。排了1个小时。消费236，主要是买了这个剃须刀给胖子用的。哦，I did it. Oh, thank you. Yes, you're so smart. Smart. 哎呦！可以下来的。变悲剧了，悲剧了，已经有人在哭了。Hello，跟他俩在演戏啊？不会吧？No，for real。真的。拿开。OK。噔噔噔噔。咁早有咩？我本来叫他们把你引上去的，结果呢，悲剧了，他们吵架了，还是真的吵架。好 吃辣子吧。哇，歌都冇唱啊！Hello，你还唱得出来吗？他刚刚被娜娜推了一下，受伤了。不用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没人跟你唱歌。好了，男生，外婆你也唱。外婆也唱，外婆唱的最响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唱吧。Happy birthday to 潘吉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好，这个还唱，愿望许一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哦耶！来，生日礼物，哇，还有生日礼物啊？对，这个是什么？
打开看就知道了嘛。刚刚那个 Costco 买的，打折？没打折。这什么？剃须刀。剃须刀。剃须刀。哦，你听见我的剃须刀？我前几天看他，听他说，他说那个电池不行了，用了十几年了。你看，像我这么细心、温柔又体贴的老婆，哪里找？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你都是今天早上才记得嘛？没有，我一直记得，但是装作不记得，这样子才有惊喜嘛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了。好假呀！谢谢了，不能放垃圾桶上面。但是我现在的来都还可以用哦。十几年该换了，很贵啦！我之前的那个200多块钱啦，贵 用了没有？我们第一个房子的时候，刚刚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就那已经十几年了，十几年了，09年。哎呦，哎呀，那红包留掉了，自己最近妈很破费呀。别拿了，别拿了，留给一点点小意思吧，自己去买一点点5毛钱，做个意思就 OK 了吗？啊，谢谢，然后再还给我吗？啊，然后再还给你。请问胖子今年贵庚啊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都不知道自己几岁了？七八年，今年是24年，20岁啊。七八年，七八年，24年，哇，46了，46了，哎呦，哎呀，大叔，还以为年轻啊！哎，我前几天头发了，不是，我前几天看到40到50已经是老年的年纪，不会吧？以前都是老年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中年呀。娜娜，你看，难得 Daddy 生日，你们都一个个都不出来唱歌。还哭？对啊，哎，还哭。本来说给你惊喜，让他们上去安排一下啊，拖延一下时间，结果悲剧了。我还跑上去了，什么漏水？悲剧了，上面打起来了，就哭了，还真的打起来了。哎呀，漏水了吧？哎呀，搞得我这里蛋糕等了半天。你最最想听咩首啊？来来来，小仙，你捅我了。好，我等。娜娜刚刚不小心把你推了是吧？我觉得两个好激动，好兴奋。啊？好像看我看没有修，修就喊，没得喊。娜娜肯定不是故意推你的。哎呀，吃了。娜娜。吃了一次 OK 啦，没问题的啦，下来。你没有忘记你的生日吗？我以为你自己都忘了。没有。记得。我当然记得。你就一直等着惊喜是吧？没有啊，我打算也不用庆祝啊。打算不庆祝的。我其实是前两天我才想起来的。我想，还好是之前记得，不是之后记得。我一般都很有良心的，不像你。我也很有良心，我直接都写记在你的手机里面了，每一年都自动响了，免得有人不高兴。啊 ？They don't pass, they don't plumber test 吗？嗯 ，pass。Oh, 太难了，差两题啊，好像。哎呀，差两题才过啊 ！Oh my god！ 我再考呗。再考再考。你可以考到为止。考 for 一份，这样子考了。考